雀鳗、狮子类、兽下五精，我只能运动兽，不能恶兽。军中无戏言。大哥，牲口吃的腐皮你当全麦，热量还是它的两倍。大哥不能吃啊，大哥。大哥，我是食品监上，你们不会真以为在网上学几招就能不被骗吧？先做零食，再做饮品，无糖的饮料，低卡的果汁，这些饮料拿起热量就是命，喝下去你拿什么消耗？安插的配料表就是虚张声势，把高脂肪的换成零糖，把100克热量换成10克热量，兵不厌诈。英明啊！从工厂走到货架，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少功夫？世界上根本没有转基因食用油，只有强壮还是非转基因的。这些油一瓶都不允许出现在货架上。水果罐头工艺根本不用加防腐剂，我非要宣传它是无防腐剂。植物油根本没有胆固醇，但我一直要说它是零胆固醇。这些年，康帅夫倒在了调料包上，预制菜君子暴变闯进了食堂，我是如履薄冰。哎，你说我能走到对岸？